超级暖男装学徒骗单亲妈装冷气不收安装费，指着冷气露出开心笑容的是超级暖男林根宇，他感动了无数网友的心。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让网友这么爱他？住在彰化的他从事电器装修工作，前几天他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女孩到全国电子买东西，小朋友吹到冷气很兴奋，哇好凉哦，妈妈家里也装冷气好不好？妈妈无奈说没钱，等两个月后领到钱再买。小女孩很失望却乖巧说 好哦。她跟妈妈说冷气正在促销，但这时才知对方是单亲妈妈，她女儿租小套房身上没什么钱，她听了很心疼，建议妈妈去买二手冷气，还骗妈妈说自己是学徒，买到二手冷气跟她说她去装不收钱，拜托你让我练习的机会。后来她要朋友去帮忙，帮他们省下3-4千块安装费。在冷气装好后，她看到小女孩露出开心笑容，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前晚她将这段故事po到脸书，还写着这是她最亏钱也是最值得的冷气。她很喜欢这种感觉，这感觉叫满满正能量。才一天的时间就有41万网友按赞，董新闻超感动报道。